这是张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搀扶着母亲齐心的合影，母子二人的手紧紧交叠在一起，牵手这个简单的动作定格了时光的温暖印记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母慈子孝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，重视亲情。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所，也是人们心灵的归宿。千家万户都好，国家才能好，民族才能好。人们为工作废寝忘食，为生计奔走四方，但不能忘了人间真情，不要在遥远的距离中隔断了真情，不要在日常的忙碌中遗忘了真情，不要在日夜的拼搏中忽略了真情。